因为耶稣基督所说的话，今天兄弟姐妹们，
他要完成了。我们知道他被钉在十字架，为罪人死而复活，可是在你身上，你有没有这个经验？天天你有没有跟他一起同时，有没有跟他一起同生？你觉得你是哪一位？你常常要都天主的光荣为了你事情，或是你承认你是这个罪人，你需要天主怜悯你，帮助你打开天国之门，让你进入那里。你今天听到耶稣的说呢，你最感动的部分是什么？是什么？耶稣在这里说，你们当中都听到要成为收灵的人，应该要命令大家要说什么。可是我跟你们这样的时间在一起，我来服侍你们，我来这边分享怎样真正的变成一个领袖。你怎样天天要说生活，你天天接受天主为你安排的这个位置吗？或是你不断的要说什么，为了达到这个位置？因为耶稣基督所说的话，今天兄弟姐妹们，他要完成了。我们知道他被钉在十字架，为罪人死而复活，可是在你身上，你有没有这个经验？天天你有没有跟他一起同时，有没有跟他一起同生？你觉得天主